中时电子报现在正在转播我们的实况，从耶、yeah, 今天各位都可以看到，在家里现在赶快打电话告诉你家人，如果你等一下回去晚上你也可以打中时电子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场，包括有李嘉芬、嘉芬姐的讲话，还有韩国瑜市长总统候选人的说话，各位都可以看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听张冠李的表演。谢谢中华民国，我爱你，台湾冠军，我爱你。要他只为你放光芒，那是有人和让你神奇像太阳一样，我要做出那红红的太阳，要他只为你放光芒，但愿有一天得到你回答像太阳一样。红红的太阳，要它只为你发光芒，要借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像太阳一样。谢谢各位亲爱的贵宾，我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欢迎，今天是我们的国家国庆日，我们革命尚未成功，大家同心努力。